공주 딸 小宝，可有护魔先锋的消息？您这是找了拿闷子的计啊！这功夫连撒泡尿都不够，有死大命将在！啊，来了！什么什么？护魔先锋是谁？这名谁起的？听起来就有去无回的样子啊！啊，我也是感觉内心有些不安。是啊。你说，就连那困魔锁对秦战都无力。小心，我还是觉得不妥，你速速去来家当，到商议空间。 看看还有什么强力发炮，统统买来，以防不测。预算多少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老板没给预算，你都使劲造啊！去吧。得嘞，这就去。所以你说上次偷袭你的？ 就是四大名将外加封神榜，是十万个冷笑话。哦，说吧，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我们陈局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我等是为了帮助秦展摆脱雨辰的控制，唤醒他体内沉睡已久的魔王之力。 你有病吗？动漫看太多了吧？哎，支持原创国漫，远离无良山寨，又要起第二季人气动漫，冲锋！谢上谢。回去。这么说，你们世界的坐标就是3W.U17.com 吗？ 启禀陈局，这几个人的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传送石，他们肯定是藏起来了，快交出来！众志成城，有护魔大道，信不留干，死不休战战。我看他们几个就是炮灰，派他们来刺探，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回去。放你娘的屁！ 兄弟四人在联盟中可是响当当的高手。对，我们做第一排。就这个病秧子也算高手？人家是文官嘛。哎，行了行了行行，丁丁，你把这几个人和前面两个人压到一起去。是。这一世界的人水准也太低了，看来是我陈局多虑了。 哦，对了，秦战，是时候该你这个先锋大队长出马了。领旨。哎，丁丁啊，那这里就交给你跟明月了，你们一定要严加提防，小心那个鳌拜他前来偷袭。丁丁领命。都怪你。 师傅都不带我去冒险了，你赔我，你赔我，你赔我！你又别动手啊！你这没轻没重的，我这不想办法吗？爸爸妈妈，我也要去。旺仔啊，其实那个地方爸爸都还没有去过的，可能会有危险的。是，等爸爸前去探路以后，如果没有危险，我就带旺仔一起去玩啊。 可是我都用沾衣十八天把爸爸打败了，都怪那个臭叫花子。啊！哎，如果万一那个坏人他不碰你衣服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如果万一他扔一个飞镖过来的话，你的神功就没有用了，对吧？是，你们骗我，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想带我。哎，儿子，我们不是。 汪仔，别这样了，汪仔，汪仔啊，你别这样了，汪仔，哎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带你过去吧，也许我们在其他游戏世界里面可以找到补充他能量的方法。也好。
觉这里好诡异啊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怕随时随地都会有敌人跑出来。是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，欢迎你们闯入城堡。你是谁啊？原来是来自新天龙八部游戏世界的朋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？这里是游戏中心的商业空间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我是白藻，负责接待每一位来商业空间的人。游戏中心？是的，游戏中心链接着万千游戏世界，而这个商业空间便是为大家提供交流、贩卖各自宝物的据点。但是有一个规定。什么规定啊？这里禁止战斗，否则将被强行驱逐。这可以啊，回头把娱乐城开这儿。哎，清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天龙世界，想要加入当然是欢迎的。在这里，每个世界都有一个摊位，到时候你们看看位置，想开在哪里，说一声便是，不用花钱。哎，还是美女够意思啊！到时候开业请你来玩啊。听说你们的马杀鸡不错。何止鸡呀，鸭呀，鹅呀，啥都有。走了。哎哎哎哎，记得找我啊。哎，喂，清雪，你们来这不是来玩的，清雪回来。哦，不知二位来此何事？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实世界？在这里有古装游戏区、现代游戏区、魔幻游戏区，你说的现实世界从未听说。不如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找一找吧，可能会有其他办法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卖厉害道具的地方啊？那边便是了，你们自己转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都来瞧，都来看啊！这可是绝版的天使之翼，现实小将，现实小将啊！可以恢复内力，是最厉害的道具啊！是吗？对啊，好好看啊，这个10万元宝，现实销售，不准砍价啊！也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钱啊！老板，这个怎么看余额啊？把手放在那交易池上，自然能显示出你身上带多少钱。不过你放心啊，别人是看不到身上的余额的。您看看这天使之翼。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在仙境三营几天的钱，在这儿也能用。帅哥，美女，小弟眼拙，你是有钱人，有钱人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发财了，给我们全包起来，我们都要。快点，恭喜！
叔良，我肚子了，虎墨先锋小队全军覆没，已经被鱼翅打入死牢了。敬我们的英雄，魔道永存，魔道永存，魔道永存。首领，不好了，我在商业空间看见停展和雨辰了。我俩居然能发现商业空间的入口，恐怕定会接到那个任务的。不能为我所用，我就只能抹杀掉。黑白无常，在你二人速速赶往商业空间，无论秦展做什么，务必要阻止他。是。哎呀，不逛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我还是回去找我师父冒险去。哎呦，师父师父，没了他你就冒不了险了是吗？我师父他武功盖世，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解决。这哪叫冒险吗？我的小公主，冒险就是要有挑战才对呀。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也有能力面对威胁了。你是说那些晶体？你想啊，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一颗晶体，都化为己用，那你不就天下无敌了吗？到时候连秦展都不是你的对手，这才是我想在这儿开娱乐城的目的呀。可是那些人跟我们无怨无仇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哎，之前那几个人跟咱们不也没仇没怨的吗？不也是要杀咱们？谁知道他们有什么阴谋呢？反正啊，来者不善，先下手为强，免得后悔莫及。哎呀，好了，听我的就是了，走吧。啊，我觉得这儿不错。哎，清雪来。嗯，看这够气派吧。行，来了。是你啊！恭喜二位加入商业空间，这是送给你们的。只要完成上面的任务，就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励。这是什么？好饱啊！但我还想再多吃一点。算了，咱们还是看看有没有什么道具能解决儿子的问题吧。起灵了，好美啊！看看吧，走。哎，哎，是这里，这个动画我也有看过的，它一出来就会出现“渔舟城”三个字，对吧？啊？啊！就是那个男人，他一出来装逼立马就挂了。高啊，连手底下一个奴才的剑法都这么好，陆大侠真是好福气。学名叫黑白无常，一向是形影不离，你既然已经现身，那他
何必躲躲藏藏的？明明在你身后站半天了，是你懒得理人家吗？太刺激了！经典的桥段啊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哇，我能不能问一下，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粉底液啊？你这么舔他脸，他妆会不会花呀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你特别帅，那个眼影是什么牌子？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第三季啊？够了，早就推给你们，给我滚！别别别，我们错了，不行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竟然找到藏宝图，难道还有藏宝游戏？去玩吧，走。讨厌，刚才那个太帅了，真是太帅了。这样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超好看的。生父，看，千雪，这个就是任务单，说完成里面的任务就能获得一大笔财富。完成三个神秘的任务，就会获取时空炉石，任意穿越游戏世界跟三次元。三次元，现实世界。启灵，夏广东，崇黎，黎，哇，老婆，谁老婆呢？当然是你了，你瘦多了。你这还差不多。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们可以慢慢解释给你听的。吃了，给我听！哇哇塞，老婆，走啊！给我滚！桌子是不是基因出了问题啊？